新闻呀，老师啊，得听嘛，侬得听说老师和得听，和得听讲的吧，也得听嘛，对嘛，拿来得听用着啦。新闻，王爸爸在看新闻，皮啊，得听几年不？侬，看新闻，所以老师得听几的啊？对，对嘛，拿来得听那个老师啊，新闻，还有报纸，报纸就是得听啥？还有世界啥？可怕老嘎精，世界，乌嘛，可怕老嘎一嘛吧？世界上有很多。首先老师现在是搞巴楼盖，我很乱哦，包我这里包括一片两个世界搞巴楼盖的，世界上属于搞巴楼盖一个吗？世界上你就想去哪个国家搞巴宝吗？你别那个有多少钱种嘞？搞巴宝吗？世界上你就想做什么事情搞巴宝吗？你别给他们有漏气嘞，漏气松嘞，就想做什么事情？世界上搞巴宝吗？你想去哪个国家？哎，你都没有懂呀，搞巴楼盖几嘛？All over the world。还有水瓶啥老师？疫情，你跟老师讲哪个？老师丢啥子？老师，阿玛伊塔嘞？疫情嘛？我的水平啊，疫情啊，没有那么好，那么高不？我的中文水平啊，丢啥疫情啊？我的英文水平啊，英语啥疫情啊？叫水平，还有提高啥面的的？老师为什么来台湾念书？老师也会说中文，为什么？我想要我的中文水平要提高。我想要我的中文水平要提高，就是我丢啥疫情，我面对前路。因为老师说就是 environment，老师说环境是最重要嘛。丢啥哒哒哒哒，老师说环境是最重要的。老师现在学日文，老师觉得我的日文很烂。读着来路没听看啥呀？因为老师没有环境嘛。本文解明书，所以老师学一个语言环境是最重要的，所以水平也请提高，面点的哦。我的中文水平想要提高，你要提高你的能力，你也请我，你点呀没？比如说老师讲的阿库迪老师，你会说的中文，你不要满意，你的路标对比，你 professional 标对比，你要再学另外一个你有兴趣的是什么？都忽略老师点了没有？所以提高就是面点的，还有常常会看到。HSK 是什么？H 就是老师啊，汉语；S 就是水平；K 就是考试。哎，不啊，你先得啦啦。HSK 就是汉语水平考试，所以老师 HSK 就以前这三个就是汉语水平考试。常常会看到 HSK 多高？谁高就是汉语水平考试。H 加汉语有标啦，S 加水平以前有标啦，考试是。三百块，所以丢啥？也请是三百块，那就是汉语水平考试哦。那老师，我的中文水平越来越提高了，那也丢啥？也请啊，把品种越来越步步逼着哦，提高了，你哪里不？不读的哪里进步了？老师，大部分是提到就是进步嘛，哈。我们现在不要用进步，我们就是不念哪里提高了。我的老师讲那一种，你们做的，你们现在写汉字的写汉字的能力越来越提高了。你都丢啥？以前就是都拼音都在哪里不？后面哪里？还有联系就是老师 contact 老的啥对的联系我好久跟他没有联系了，我好久跟他没有联系了。我都那 contact 老的加比不？啥对面来加比？啥白天嘛？老师对里面还有背书。背书就是啥子的？那老师啥子的呢？不得问老师，没人会，没人啥从别人没有一些背的写，让他的密码锁了。背书啊，啥子的？看书假如啥派的？那老师念书一关注读书罢了，别人增加的啥里啥的？老师台湾嘛，基本上我来台湾念书的。那可叫我来台湾读书了，比如咪啊，我侬很常用的。我来台湾念书的，我台湾那边有别人登车了不？那啥里来的部分就是读书，他在念书，他在读书都可以说读啥里来的不？所以念书一个读读书，知道？那老师 level 不低个你那表演读书才老师念书啊，你那里 level 不咪那含义我咪念懂懂啊？还有句子啥啥讲我讲老师就是啥讲我讲不？老师我写了一个看书。你看我这样子讲，你扫出来吗？你要会造句不？我叫 make sentence，我叫你扫出来的句子啥讲？我叫造句叫我叫你扫的。老师现在你有问了，老师说嘛，就路没有一定要练习，可是我说嘛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哈。看书路比如啥呢？你要我叫会的啊没？造句我每天看书，
念书咯，比如来讲呢，就是我想去澳洲念书啊，Australia 澳洲是欧元宝多，比如比人家得差钱嘞。啊，那老师啊，就是吃咯，比如来讲呢，你也会造句，吃，我每天都吃辣的东西，那你俩是得啥嘞？造句就是老师，我家得啥的。所以来说造句是最重要的。明天的老对你要怎么造句它？对不对？我叫你啥么了？还有生词，老师讲了以后叫你的明天的哦，生词。还有发，老师要逼迫的发短信，短啊多多信啊啥？所以短信就是 message 多，发啊逼迫的发短信 message 多不的。老师讲那里，老师是哪的？哎，那个 Kimberly，你到家的时候发短信给我，发短信给我，你看我 message 收过来。发短信给我，你看我们是啥不来不？然后啥来？老师，我到家了，什么类似的哈？还有做啥的，做啥的，努力认真啊，生命呢？认真也是做啥的，努力也是做啥的，两个都是老师一样的意思。还有清楚，清楚啥？星星零零撇的啊？老师，我咋评价你？你觉得你没有清楚啊？你没有清楚，老师，我还没清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还不清楚，或者我还没清楚？那老师，你那疯表嘞？老师，我星星的那么早，等下哔哔哔，那疯来么讲咯？老师，我听不清楚。我老师现在你弄啥新表嘞？你不知道老师网络不好，有可能你那里网络不好，还是有可能老师报告了，老师是啥点的路皮的对，一定要网络好。老师的路他还没找完，老师找完的了。老师的，所以老师 CR 路的路啊，叫老师讲他路皮了，讲他的啊，老师哪些表在哪里？什么网络表在哪里？主要是我有问题，是我。网络连连路对比也比表路么高么咯，可是老师基本上网络啊连啥的呐，得加把网络好，刚刚安排啊嘛。我说那些的，这是老师学生不搞路啊没哈？老师啊不会说啊，我喏叫 CRP 的对，等哪一种么喏？那毕竟啊么喏，就是老师对网络那不对比。那老师因为老师是要网络不好，你那里听不清楚。听不清楚是吧？星星零零么咋呀不听不清楚？那老师的，估计老师的嘛，就说说。是嘛？但到时候只是嘛，东张西的。我现在看的，因为眼睛有一点痛，我看不清楚，我看不清楚吧？不是，淅淅沥沥，没明呀不？那有时候老师啥不来着？这本老师的 PDF 反应不来，还有这本反应不来。那老师 PDF 反应不来，老师得给让的讲到起嘛？老师得给让我们 PDF 反应都没有学。老师老长了，所以不一样。人讲到里，以前漏掉不怎么漏着，那有嘛讲到啦？老师漏不来着呀？你弄啊漏？我这后座也没累了，我们不录样录没错，PDF 还分秒个哦，你现在 PDF 还困录呀嘞，录样不录了？那老师这帮不比较，这帮要挖嘞，这帮俺挖了么？这帮俺老师谁比较录啊嘛？因为老师发现么多的啦，老师是要发现的，你疯了要发现的嘛，主要看嘛，比如你们就你那里老师没谁讲嘛，挖的录片多啊，所以老师把录完没错，哎，还讲到老师回来，老师。照片都看不清楚，这帮玩意儿你们没有，我们俺挖不了不熬，录不了。这帮娃也爱听不不，不可能！老师这帮娃们不，老师讲的啊，因为老师这不会发啥，老师发现们就会看嘛，路边的哪有一撇的，所以老师讲的把路啊，然后这帮我，老师啊，比如哎，safe 来，这帮 safe 了，比如嘛，老师勾搭，所以老师我会看得清楚的，所以看不清楚了，听不清楚了，说不清楚啥系列，星星零零嘛，比如啦，老师啊，你弄第啥哦？明那盘棋也没录表来的，可是老师，我说印象不麻烦，到家里买棋呀啦，不录印象肯定棋也嘛了。那老师讲说，老师说不清楚，老师星星零零没表达了，你就拿么来啦？所以老师拿那边清楚，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讲不清楚，伢也懂聋哑巴了。还有注意啥子地茶米的，我注意你，你要注意身体，你这嘛有看到过的地茶，这嘛一个有啥？注意注意安全。安全就是来说，隆重也有个优势哦。那要求，提了要求，快着要求，要求是老师当做的。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要求什么？就是说要写作业，印啥页没？要交作业，印啥册没？不要迟到，那么讲呢？那上了老师的课时，老师有要求很多哦。还有那个镜头要打开，跟不上喷牙没？还有一定要背书，啥讲没？还有不要常常请假，困坑那么大呢？这些是老师要求他的孩子，老师当初他的孩子弄着。好，那老师上班的时候也是，你老师胡多少的？老师少的，你不会呀？比如谁家来孝顺呀？呀了没有？一般老师比较知识类知识的工作，比较 professional 的，那老师老师比如说班嘛，老师的，
反正弄妈妈弄多少人，他们要求什么？你基本要一定要毕业，是吗？一定要毕业，不会压他们。爸妈基本上去看，不会压嘛，不会面有那么看，或者是那妈比妈办大概大部分的老师低的老表啊，老师啊，空调班不会面来看的，老师没丢，那老师第一去干了，就不会压呀没，还是要会说英文，还会说，还会要会打字，代表这样没，好，还有要会有什么 PPT、PowerPoint，还有什么 AZ，班说老师他一路啊比的，那 AZ、PowerPoint、PPT，还有这种 Microsoft Office 什么。365东厂啊，阿里东的啊，没，那是什么？他们要求的事情都是长出他给啥？这老师来要求他，他就没有动呀。公司要求的太高了，还在老师讲的，就公司讲的都别那啥。老师把妈逼我们家的去，我妈逼问老师啊，我录这个，但他是能啊呢？以前申请老师呢，HP 啊申请老师啊没？还是没的呀？他老师啊，骗我把妈逼啊，就这他们要求也是太高了。哦，俺老对就话，俺听老路钱啦，那你阿达个，可能那是俺听是，以前俺听说，俺身体太差，别老出来外面包皮呢，对啦，哦，本来现在不会压嘛，所以他说，那在国别的压不拢，公司要求太高了，工资也涨出来哈呀，明年就我不可能的，俺们去哪用过嘞？哦，那老师，毕业那啥呢？哎，涨出差了没？但是老师另外这个是要求不咯？那老师讲的。啊，有时候老师讲的，老师要安排他不要迟到，还有进度要打卡。有时候老师立马讲的啊，比如说你今天面哪嘛，比如说面哪嘛，哎，哪片你呀没有的啊？还是有时候讲的，哦，你们刚验片比较，但我不是不在乎，但他们电脑在前呢，你没办法看那个打开进度，你根本碰都没有。那你可以来跟我要，老师，我想要做一件事情。老师，我今天想要要求一件事情，啊，今天 request 过来录取了，request 有点嘛要求动物呀。老师，我今天想要要求，I want to request，我今天想要要求把这 object 一件事情给啥的过来告诉我去呢？什么事啊？没有把给啥了？就是，哎，我今天那个进度想要打开，就是进度不开可以吗？啊，哥们儿们碰到呀了？还是老师，我今天想要就是。晚上课15分，想要晚上课后上阿弥陀佛家嘛，等着请人可以吗？哦，我嘛等等弥勒今天阿漏嘛，哦，我不专心的阿漏，那嘛要的都上阿弥陀佛嘛要管嘛。那说是有你啊，request 漏请了，也可以说要求。所以然后拍这卡嘛，要求我们拍的咯，要求一热等拍着嘛。还有除了说爸爸妈妈而已，除了爸爸。哦，除了爸爸偏爱罗宾，其他人对我不好，其他人啊不么高。我除了咖啡，其他都不喜欢喝。俺咖啡啊罗宾差到啊咱们再空。我除了中文，哦，其他语言都不想学，就是别的语言都不想学。丢啥罗宾差哈里面定就，所以除了骂着娃娃罗宾，老师打 grammar 是也不咯，老师的啊讲明性别了。还有比赛，比赛是啊变不？还有放心塞起来了。老师，你放心吧。老师，昨天为什么没有开课？老师们，你也把录本单背下来了。不是老师去玩，不是老师睡着，老师有课，哦，老师有课，老师单带来了。因为老师我单都给我杀出来了，因为老师礼拜天、星期天老师有事情出去，所以礼拜天那天老师调课吧。老师单我请来了，老师说，可是老师单打背的，老师很那个担心哦，睡不了。因为你们就是你那个背的时候，表达好，表达黑，表达黑的啊，表达不没耶，表达不哦，在现场唱什么什么，我很开心，可是我很担心，我没有放心啊，睡不着，因为你们不会看书的啊，张导就是这样了，我知道，所以可是老师就说，老师你放心吧，你睡着不？啊，老师好像老师过背中啊，老师这个有遇到这件事情哦，老师过背中啊，老师，我说你那张没注意盯着读呀，对不对？不对，老师过背撇的话。他说：“季节撇的。”他说：“我对比两天呢，哦，对比两天呢。那个郭培老师不是不是撇的啊？撇的啊，老师阿丹被，因为老师啊，本身呢，来宾阿丹呢，露露啥的，老师自家弄啊，表露面。他说嘞，阿丹被呀，这个什么巧，我没有一点都没有放心。可是这出学生很乖哦，他们来说，他说。”你好好休息，我们一定会看书，你放心吧。你睡下，老师一直想要开课，老师，哎呀，啥钱那边？
反正龙湾你来讲啊，龙湾自家表路庙，而且说那是那边古城的，那是那叫一，那是一龙湾就有一样道路庙，那是，那是龙湾是女女的外道啊，那是，所以那是一女道的，一有一段，那是一不多一路路道的。哎，而且啊，老师你放心吧，老师你塞车，我们会看书，所以放心塞车的。那还有老师讲到底下不呢？讲到那边你哪要来？伢那边有问题，不他妈说，名那么名字也明白来，第一名不他妈说。好，第二名就这样说啊，我得到了第一名，啊，不是马苏亚的，我得到了第二名，啊，就这样说亚的，所以不是马苏就这样说，这样说，我就这样表露亚吧，所以数量表情，第一名、第二名，这困难困难表情，第一个、第二个啊，第一个就是不是马的话了把撇掉不，第二个就是把撇掉不，啊，第一个啊，老师不他妈的哦，啥哦表情呢？哦，第一本，咱俩说，而且到我不他妈什么什么的，而且转那表情是嘛？第五看表嘛，第一名、第二名，还是第一个、第二个？不他妈的哦，第一本。比如说，老师讲那扫多一位的，扫啊，新疆米的。哎，哦，麻烦我想要那个第一本，我不他妈的哦里留钱了。老师讲那论坛里面有无嘞？扫三有多空那边真有看呀？哎，我想要那个那本，就是说第一本。哦，就这样都说，哦，第二本。哦，第三本，哦，把他妈的哦，哦，就这样的哦，哎，你们你有没有表露呀？喏，那老师啊，第一件把他妈的钱，哎，你来处理那个没？哦，就是，当你那没有写不喏，已经是说实话了，我过两句来看嘛，没毕业看嘛，哎，帮我拿一下那个那第一件，我把他妈的理就明白不？还有老师对吧？discount 差的还没有写不喏？discount 差的还没有交流行啊，第一件买，第二件有打折。好，买第一件、第二件有打折，不他妈的问就这样的嘛，老师打折的是高些。所以来说第一件，这说话来老师的是高差你啊，你没有写，这说话老师，第一件有打五折5%的是高差的，老师第二件有打10折，所以要感觉这是高差，哎，没有，所以第一件、第二件，哎，没有动了。那不他妈的要，不他妈的要。不他妈这库存第一个，不他妈这要做 run 吧来着，第一个 run，不他妈这要，第二个 run 不这样这样啊，老师说啥嘛？表里是啊，第一个 run 就是啊，不他妈路啊不都撇的啊，那么先多记啊，不能第一个 run 不他妈这要，第二个 run 不这样这样啊，那老师花钱啊，老师再提一下，老师好像今天真的真嘛，我那边真的我忘记了啊，讲到叫好像。啥叫照作业钱了？比如花钱不算平的不能，就是。首先说，就是花钱。他说，哦，花时间，他花时间的，对吧？就是，读完了，这么一个目标，不能，请我不，请就比如，用时间锻炼身体吧，请我动差，比如，我跟你讲了，对，老师，啊，不，请我动了，所以老师啊，花时间。哦，老师讲了，也哭，丢啥来着的，八楼了，请我动差有来着的，是请他动了。那请他动了，都是 use 动，用户动了，没啊不耶？那老师讲到的，你那请的，你那咋？比如说你在哪都是八楼着，比如说你可以休息哪路呀嘞？还是可以看电视，还是可以用手机？哎，请你我们动漫的老师是嘛那边？不是请那朋友，请那动多了，花时间学习中文的，所以老师看他看哪边了？老师是你那花钱来上课的，花钱钱是不重要的，你们花时间来学中文的。请票没有拿，没有丢啥，请我东西差没有，东名都没拿着了，所以到时候要努力，得叫我做啥没？哦，level 啊，你们四年说了票了，你们有花了很多时间，请人家票他了，所以花钱花时间，请票的不算票的，请教老师票的不我呢，请我东差的不？哦，我不喜欢花钱。哦，老师说流行，老师那这边努力，老师比如，哎，你不要花钱，你们怎么票呢？哦，不喜欢花钱，不算票，我们在乎。老师台湾嘛，教的讲的，哎。老师，你们说，你们不要玩。老师，那你也可以做补助的。老师，老咋着？不想，不要让他们花钱。老师不想花钱。老师是不想的。老师花钱，老师把都不想主动拿了。啊，没有啊。老师都不想，都哎妈拉了。就老师讲那样了，很棒。整天这里等第二里头等第二个在不比乖。整天老师三句那么多了，都懂了就知道吧？不懂。对啦，你那里懂啦？老师啊，对忙啥？哎，老师，啥啥景点啦？开开嘛说，那边都不算，就是都吧，都因为没打算嘛，什么比较细的了，所以花钱花时间。那老师，平地也叫浪费，所以你不要浪费什么什么的，浪费钱，不是平地。所以
花钱，你不要花钱，浪费那花呢？老师说对吧？对吧？猪八，俺们老师说浪费啊，龙王命完了，所以花钱不算穷的，不算穷的，你咋都没有？你不要浪费钱，没落盘呢，没落不了好哦。我说，比如说，就是你英语对来么？老师那那你为啥了？就是你浪费钱的点了哦，真的为了我比较病，不喜欢不就不穿了。所以男的那些都是花钱浪费钱，不算漂亮有的哦，你不要浪费钱。还有，老师有没有声音表不？那个没啥哎，地球物啊，写嘛写，老师恐怕地球物写，哎有太没说，不敢弄那么太快。地球掉没，我还要他没啥，地球掉掉是一臭不要，哎又拉电了，哎你说爬龙我有嘛？哎，浪费卫生纸哦，浪费我的那个。面子哦，俺地区也拿平面了。老师面子地区我也懂啊，所以老师不敢有必要态度。所以老师不要浪费纸哦，啥就是不要浪费面子啊，卫生纸地区里我们平的呢，浪费平的啊，浪费钱不算平的，还有浪费东西，毕竟人还在平的呀。算了我浪费东西，地区里我老师我都没有，我不敢弄那太了。地区里老师这月好嘛，这月搞了吧嘛，这老师他妈懂我名就行。那些是老师浪费东西呗。啊，还有老师妈比马来西亚老师 plus 的 A 六，我懂了呗。老师上个月六月老师哦，东西在哈里我也不愿懂了，因为怕浪费哦，浪费东西啊。那老师不是我，那平地也没有浪费，还有浪费时间挺平地的。所以讲那里老师讲那大部分缺点按那这个吧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在那里安那姐，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缺点，就是大部分都，你那户啥家也没说啥用的，这种的风力差比他，被好学不咯？一定是手机吧？大家都不会看书吗？所以老师就是那次老师浪费时间，而且又漂亮。那你钱票没带，你在哪里票没带？你自己在工作在哪里边呀？啦是吧？钱也工了，啥子都在哪里呢？碰见也在哪里？哪个时间比较过得比较快？钱工了比较不眠了，看手机也还比较快。啊什么？啥子路线在哪里？工哪用？那你看啥子都让家里呗？啊？那你看啥子也都让家里呗？啊哪有嘛吧？啊啥子都不让行的，那以为高级呀？应该还的不？啊啥子？你啥子来住你家呢？你可是把俺们家的对啦？哼，谁没来过西的呀？俺老啥子奶油皮比较好，不要啊？哦，碰见俺家了嘞，俺们嘞，那哪一天嘞？还是那是看哪里西的呀？我都说你说啥嘛记呀？哦，来了，所以来说，那你们是很浪费时间。所以来说啊，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来说，碰的呀，浪费时间，浪费东西，浪费钱，还是花，花。时间我教老师花那天教了弄啊，冬差的去多花时间，所以老师花时间教了，请我兄弟也莫着花那冬天还没教了，请我冬差的去多哈。还有句型，句型说老师减法了啊，老师老师你什么时候要举行结婚？不是我们那上减法么嘞？办结婚3月的，比如要举行了，你们比如啊，举行是吧？减法的，还有各种各样，啊，谬谬多谬种多。各种各样，世界上有，世界上说实话，别话嘞，个把老个钱嘛，实在有些的，有没有多路的些的，各种各样的人，有没有多路追，各种各样的人，我就得包拿了，就是南边那种咯，各种各样的人，个把我嘛路有些，我说啊，有穿路些，来路些，啊，包说的路些，多高那路些，有买路些，谁家高那路些的。好，也不会露馅，也就会露馅，大批会露馅，大没露馅，那叫各种各样的人。世界上有各种各样哦，那啥几代嘛，你们送多少这些？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书，班长的嘛，班里也没有写的。公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花，班长的嘛，没有在班里写，所以都没有动员啊。那老师你们其他人，公园里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书。花园里有，老师你们公园里面有花园的其他的班产呗。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花，还有老师文化就是老师的类同的啊，这类同呢就是老师不能用别来说，你妈比方我老师你妈用粤语呢，比如咩思路线就是配合道路线哦，配合道路线老师判断出嘎的，这是我们缅甸的一个一种文化。
哦，你妈鲁牛也文化呗？那时候刘基流，顾客嘛，那那开啥啥也得给我们洗浴耶。俺们那时候，早晨嘛些，刘基流必须被人冷的拍白眼没，迎接俺们，那还是我们缅甸的文化哈。还有那时候刘基也是嘛，冷小段卡里贡段是一种文化的。俺们那时候你妈鲁牛的，没那啥吧啥家了，莫行啊，公众号说什么陈明九。啊，大部分时候他们做了，老师老板老三，老师你妈逼，就是真的的食物就是鱼汤面嘛，不行啊。那些老师你妈里面啥也问嘛，那老师你妈里面 N A 的来嘛喽，人家差大的，那配追的，那是一种我们的文化。所以老师，那是这样的文化呢。第二点，老师台湾文化不？台湾文化就是台湾嘛，所以老师我们那啥吧啥家咯，就是包 C 咯，好奶茶咯。那配音咯，还有那时候那个什么豆奶咯，那时候就是白露咯，还有没有啥啦？就是那时候三明治都三明治都啥？这是台湾文化，还有台湾旅游的，就是去哪里都要排队，别到 dance 呀嘞。这是那时候日本也是差不多吧？那都是老师啊，这是那时候一个文化的里头的啊。那老师你妈说不行，台湾人的文化做什么都要说谢谢。做错了什么都要说对不起，好，要会客气，要道歉，倒霉啊的啊哪的，这是老师一个是台湾的文化，哦，所以老师二楼这里通了你文化入口，那老师文化那不得比老板对啊嘛，好，那老师其他都没什么问题，查好了我爸妈别在那边修不，那老师和你呀明天等到。留学老师比人家等着，就是。别人等价也不能，那个咱们别人多等了不？留学，老师说留学的人家都比不如啥啥样的？留学对你要会造句，三个至少的俺们。我想去台湾留学，或者我想去美国留学，我明年要去国外留学，那个让我出比别人等没？留学，所以留学都比来讲呢，老师张大的不如造句，老师你那条腿太表了呀？你如果讲话不在那里背台的，然后老师这条腿表啊，可是你呀。知道老师让留学路标来讲的，你呀不如教育你们嘞。你讲的嘛，老师呢还主动一起做工作，录录啊们。老师表达的过程哪趟你不模糊，你自己也要会造句，我造句得比啦不？留学呢不得比。你不会了，那你还你没有能力，你语气蛮忙。你会才你有能力的哈。水平，老师刚刚说的水平是什么？啊，也轻 level。那我的水平还不太好，那也语气啊。对么高的不？还可以说我的中文哦，我的那个中文水平越来越好。那就啥以前刚来不不刚来不提纲都到哪里？明天再来说说话表嘞。哦，我想要我的中文水平要提高。那就啥以前都在前呢？好，还有练习 practice 楼的。我不练习楼表来讲嘞，老师得找不到教具的俺们。我每天都练习汉字，你来汉字给我练习的不？练习罗表来讲，练习你造句出来了吗？我叫你抄这边了，那抄这边所以你明天录的喏。老师表态，完成你说老师啊，B 多啊，B C 多嘞，completely perfect 多嘞没有？哦，我完成功课了，我完成功课了，说 I is a B C 多啊，B 送多啊，completely perfect 多啊，我完成我的那个工作了，I 录的 B C 多啊。好，那句子说 sentence 或者其他说的差发布的比布的啊，说 study 发了，说发布了，老师那 will be 的哦，发 will be 的还没嘛到呢。那老师他第一个就是在办公室，就是用看嘛。那个大山的老师说，大山说老师，我来中国留学2年了，所以老师讲嘛起来啊，他 let me go 闹钟嘛他嘞，啊，这又比我拉，比我比人家拉的呢，那你是多比？哦，讲到名字，我2年来中国留学，所以比较讲，那时候你妈的多，单里面的皮带多，老师弄嘛他了。我来中国，我丢不来嘞。我 subject 来嘛的中国，object 打不了了。讲呀，留学比较难的呢。Time limit 就是2年了。我来中国留学就是2年了。那老师说台湾我来了，老师比如我来台湾留学7年了，快7年了。哦，快7年了。他说第三条狗嘞，没工第三路亚嘞。你丢比拉比别人的那本来那是比嘞，一模就。你来中国留学几年了？你来中国留学几年了？
你就比那比亚的那不能能学会了，但是咋不买了？我的汉语水平提高的多着了，咋一点儿也不快呀？恁那里人蛮面目的。老师说你每天认真学习，你来做啥比较顶呢？做练习，practice load，完成作业，exactly be load，一直不错啊，哦，一直不错啊，说到时候妈妈无理的。哦，对啊，你来做啥比啥 load 的，practice load 的，exactly be 的，一直说到时候不错啊，我说无理的，然后到时候我们说无理的，那大声说，还这是我昨天的作业，然后俺们俩 exactly 的，你帮我看看对不对？你帮我看看，你要记呗。所以这户口都不要开金巴特了，班特比较的。啊、哦，说明白的。你帮我看看对不对？那我记呗吧。妈妈说，学得不错，学渣没说不发达。啊、除了你妈妈的吧，除了这个句子，descendants 个类比，意思 descendants 这边个类比，有些的错不清楚外、啊，除了外个来说，grammar 不正确，骂的吧骂类比。第三，那些这边的错误哈的，我们心里那个略比弱的，其他都没什么问题。这啥哈的，然后把别的那妈们洗不了。大山说：“谢谢老师，就是这么爱老师爷爷的。”老师说：“以后那所言的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那么的你家里去个行，可以给我打电话，那我碰上来的，或者咱们回来发电子邮件 email 过来。”所以老师你妈 email 不的哦，发电子。邮件是不是可以用的哈？那老师一个念一下，no theory。再见吗？啊，加一把狗屎。啊，大仙说，老师，我来中国留学2年了，但是我的汉语水平提高得一点也不快啊。老师说，你们只要认真学习，做练习，完成作业一直不错。大仙说，这是我昨天的作业，你帮我看看对不对？老师说，啊，写的不错，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哦，除了这个句子意思有些不清楚外，其他都没有什么对，没什么问题。啊，大山说谢谢老师，老师说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啊，要求 request load 的注意说啊，的地下的 QSI 的效应啊，的路难没不？那再招式啥的看见吗？学生跟老师聊天，学生说老师除了校园，除了说老师骂了也校园啊，了比多的，其他人都来了，校园啊，了比多的，差了里拉比阿龙拉比的，老师说比赛改不会个，马上事情就要收了音，就要开始了。比赛，比不了啥了没力的。少云怎么还没来？少云啊，怎么不来帮忙动他嘞？少云把这么拉的咋来的？小学，学生说，刚才呢给他打电话了，说说个呗。刚才说说个嘛，如果碰上来的，他在路上呢，都拦我嘛。老师说不等他了，都没上路了。那你这过都我们上路不要紧，可以说不等他了。我想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一种阿龙，我不要去哪个讲讲说说呢嘛，不要讲讲。这个辩驳也要求当初他来呢，就是一些的错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是他们那里不表明的。学生说老师，你放心，你最差。今天的比赛今天的辩驳，我们一定能，就是。哪第一名？哪个输的？俺说第一包第一说了说不他妈不喏，不他妈第一包要昂输没了，对吧？表啥呀？那先把我念一下，再教室。在教室，学生说：“老师出了，老师出了小，出了小鱼，其他人都来了。”老师说：“比赛马上就要考试了，小鱼怎么还没来？”学生说：“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他在路上呢。”老师说：“他得不得他了，不得他了。我想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
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学生说：“老师，你放心，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能拿第一。”第一，那老师上网耍了耍 online， 上网 online internet， 除了买轮椅的吧，新闻啊的听，花了老师啊平地的 span 东查的，还有几了，老师几了啊？老师，那老师第二名，老师发几了个人嘛？应得呀嘛不？八级了，老师八级了，老师很多非常多的读读呗，但是老师很多非常多的老师我把片多少还没有级了，哦，八级了是吧？八大一太龙片的，老师云南的苦苦沙糕呢，算不了了，好吃，哎呀沙糕耶，很好吃，哎呀哎呀沙糕耶吧咯，非常好吃，所以老师好吃啊，这个鱼啊，很好吃，这个鱼都，这个鱼都就是老师啊，非常好吃。哎，这个 read 一下，老师 ，over superlatives 是多少嘞？这个 read four 就是好刺激了。但是它两个啥讲呢？所以多这个 read four 是多少 superlatives 吧？喏，今天早上我和我渴几了，渴啊，老师啊，渴喏，渴啥意思啊？都哦，我好渴，所以啊，去演啥嘞？不，对吧？我渴几了啊？去啥？去没得啥嘞？不哩？我马路星星表演了，一旦一下弄啥的了，等于没表。我们第二意啥的，我渴极了，喝热水嘛，三点水吧，啥东西？那叫老师渴意啥的。今天早上我渴极了，你们呢？啊，一扎啥那边？我肚子很饿，我肚子非常饿，就是一路没有么动作呗呢。我肚子饿极了，拍啥啦？没得呀呗。龙王苏巴雷的 stand 片玩啥没有？我肚子饿极了。哎，龙王，我肚子很饿，我肚子非常饿，什么的？啊，昨天的天气很热，昨天的天气非常热。哎，龙王表示呢，昨天的天气热极了，就是热极了，对吧？反正就懂了。补了点么的呀呗？我说我是补的，喏，么的呀补的，苏巴雷的 stand 片我表来的。好。他的女朋友都等于都要搞嘛的个，很漂亮，不是非常漂亮嘛，懂着呗呢？他的女朋友漂亮极了，不说不是啥的嘛，对呀啥的，少元啥的说啥没有？好，那今天妈妈煮的菜很好吃，非常好吃哦。所以老师了没有人？好吃极了，对呀，啥讲呢？大鱼头啥讲呢？哎呀呀，啥讲呢？所以发起了就是。非常咯，非常咯，很好咯，非常咯。蔡老师是把你的片段来喊哟，发起了，也蛮的。那老师，咱说啥吧？一遍没有。就是按照基本咯。那在休息室，休息室说老师哪有看？啊，休息室哪有看嘛？同事跟小关说，同事说现在用电脑上网真方便啊，现在也可用电脑上网。我们家都没有 online 的，哪里真方便啊？也行比的，没的。小关说，是啊，嗯，好的。除了看新闻，邻居家的路边，人们路的阿龙的还可以的，亚迪的在上网 online 嘛？我在网上 online 嘛，听歌去哪好呢？看电影都行几的，买东西必须回家里的 online 嘛。同事说：“对了，对了吧嘞？”是干嘛事 ？By the way， 哦，这酷酷表演呢 ？By the way 是干嘛事？就是对了，哦，是干嘛事？你想网上买的哦，你 online 买的那件衣服呢？回你哦嘞，怎么没见你穿？你为啥把路不对啊嘞的？小关说。那件衣服我穿着有点小，我不然那里对你了嘞，给我弟弟了，那么你来背来的嘞。同事说，他满意吗？都谁等假了不？小刚说，不用钱，不用花钱，不算偷摸么了不？还有新衣服穿，一年得了我呀的嘞，他满意极了，发急了，哦，不是表么？谁等假他让弄你不？那谁等假他让弄你他？满意极了，是不是？完了，好，老师面膜念一下，在休息室。
现在有点对不起啊，请你没事啊，那你别当别当撇。我们还可以加一下。啊，半路快捷，你莫把个来唔搞半路哦，得一年住点，等下我住个天。对，半路也是住个，好像老师半路那边么，耳机有问题还是网络有问题？那天老查一下，过没有面啊？再说你，再说你。同时说，这张有电脑上网方向。小芬说：“是啊，出来看新闻。咱们还可以再上网，听歌、看电视或看电影、买东西。同事说：“对啊。”哦，对了，你想上网买的那件衣服呢？怎么没看你穿？小刚说，那件衣服我穿的有点耳熟，给我弟弟了。同事说，他满意吗？小刚说，不用花钱，他有心补穿。满意几了？满意几了？满意几了？好，节日节日早老师不会我看到，或者不给表外不，那节日呢不代表把节日这些，说泼水节、如灯火节、如端午节，如哈啊办举行啊，老师啊，金巴的啊，世界啊，可把老高级，世界上从可把老高级不嘛，接到高了来，各啊老师，老师要说说读，各啊老师说说各种各样的就读外不喏，对啊，老师三百天嘛吧，老师这个表嘛叫各种各样的东南亚，所以哎不啊，你现在来了的各家的喏。文化的类同的，除了春节的，春节啊，老师把了，就是六一的过了，春啊，春天啊来了，然后六一的过了啊，来比我的中秋节以外，中秋节的时候，老师那么啥的过了不？喏，啊，中秋节好像快到了，等于就哪里啊？中秋节等于就要做每天的那种塞腊八那些哈，围炉的呀，每些对吧？好，中秋节以外，除了春节。中秋节以外的哦，你那么啥的不会咯，六一的不会咯噶，哦，冰雹那地方咋了？喝酒哦，所以啤酒节说了是不必呀，不会咯，哦，也不会咯啊，也是撇的，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啊，的妈的，人家一记的，不晓得胡撇的嘞。哦，啤酒节是，哎呀，老师六比嘛应该是啊，就是西安没有嘛？哦，这个地方，你娘妈的，每年说了说你在。夏天到女亚的嘛，要举行的，金巴扎里的一次的群啤酒节，你到时候比亚波罗金巴的不喏，在啤酒节上的比亚波罗嘛不作为不喏，你可以喝你道路亚的喝到所道路亚的不，世界上格巴罗嘎伊嘛西索罗格巴波嘛西的不同地方的嘛都你的尼亚瑞耶啤酒比亚的各种道路亚的，除了喝啤酒。比亚到达边国的，你还可以的，你亚的也不在街道两边，就是两个拍马步喏，看到对呀、啊，里面世界上可把一波马戏的，老干嘛的，南边那个宝马戏的，不同地方的歌舞的，歌啊唱歌也歌舞啊跳舞也舞啊苏啊嘎的舞，对呀、啊，里面的，你想不想了解？你哪里请哪里，世界各种哦，所以各个地方是吧？你亚来的故事也没读你的喝酒文化。啤酒文化，比亚这里有地请来的，来这里的啤酒节看看吧。迪尼亚耶啤酒节，啤酒不会有几标的，几几不呢？老师啤酒节是老师讲到了，不都在那边？老师在是西安嘛，金吧不呢？北京嘛来漏着了，哈多啊，老师夏天嘛嘛漏着，这是几月？他们8月初9，7月那8月周末呢？那估计嘛漏着。对啊，老师，可怕，我们不，就是，
一条还是马格丁可以那么好耶，对吧？老师，那个公话，老师，哎呀，比亚不喏，名牌的边对的 Australia 什么，那个公话，老师，阿妈去吧啊！啊，老师是这样子的吧？这块地，这块地，你到那里买一亩那边，哦，阿妈公了 free 到啊啦，不算别这样咯。那阿妈老师讲到，那外到那里的国家路线也可以买，也可以过好商场，哦，是外那里表示公对母路呀，都是嘛，老师那个哦，还路没有路在下面我靠了，啊，老师念一下素材。Tu c'è spiega? Hello? Ah? Hello? Oscar. Tu mi hai sentito che mi vai che sei ti dico che mi sei ti dico che mi sei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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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sei 在基础建设，你可以接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星球。金牛座是属于离开地球再接到远点，看到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各种，你想不想了解？世界上，刚刚的话，你了解世界各澳洲的话，世界各种各样各个地方的。对了，了解世界各个地方的啤酒文化。来这个的星球街看看吧，这里的？来这里的星球街看看吧。好。那老师，那么的第一题，那个我请，就是，素面第一题念一下啊，答案这还要批吧？比你还要把答辩。本经理电子邮件我已经给您发过去了。文经理门尼加文电子邮件 email 我已经给您那内容发过去了。不卑鄙的。好，第二题，有李强。你每天跟谁练习口语？你来不读呢？就读理解呢？这个表理解呢？好，第三题，一个绿豆。已经是12:00多了。但是今天的已作经业，演那个死龙王吧嘞？夜里。夜里，已经夜里12:00多了。但是今天的作业。我还没完成。今天上哪一要做完？今天上哪？你那上哪一做？你那上哪一做到位？对面今天一上啊，我这里没批的。第四题题目嘞？第四题呢？老师，第四题呢？对。这个月我的钱都。都花完了，不能再买新衣服了。你那买的，俺也不想你公路东来比的，特别要，哎，你的特别我们是没奈那屋的。安读第五题。我在这里积雪了3个月旱雨，但是水分提高了不少。翻译。你妈路标嘞？你那嘛嘞？那没有啥，我在这里啊，听嘛。我起码嘞，东拉北嘞，得有啥股嘞？对的。得嘞，
咋找的？咋俺背也，背？暗示咋背背？咋背背？俺也以前俺以前都在木玩，对，不少的对面都在屋里。内部，内部，不少少没内部。不少没。第六题，慢慢。今天听谁5个句子？请大家准备好笔和字。今天听谁说5个句子说撒娇啊早，还好没有这样。同意的，听谁同意的？阿龙左边的少爷变成他咋了？5个麻古的麻当了。老师太多了，老师，哎呀，哎呀，你好了。好，第七题，接着说。要不要来？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你知道吗？爸爸妈的那个不那个那个系列年底来的，这个好像不知道啊，这个没队伍的。啊，有给亲亲第八题。有给亲 speaker。你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旅行？我对那儿的文化很感兴趣。好玩呢，旅游。旅游？你马路哎呀，爱你呀、啊！我可以抓去哪里的？我对那儿的文化，我爱你那爱你耶！你哎最呀，母而言，谁问啥路抓去呢？啊，第九题也的。好，你们国家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你弄哪年也一季都不会到个吧？来的蛋当然是的春节，啊，你不会到去吧？你家让你过了不？然后第十题那个明月。刚才电视上的那条新闻真有意思，你快说说。那，你妈来的儿子跟那英国这边发布高的，你们就。好，刚上电视上的那条，老师你们听啊，新闻也没有变的，东厂要知道哦，也很有意思，也这边写的，不要那意思这边写的，你快说说，你们免不了的。好，那老师，第一题，老师，Abraham 有表啊？老师觉得大山的汉语怎么样？老师觉得大山的汉语越来越高，提高。提高，越来越提高。然后呢？好，第二题，有没有对？大家都来参加比赛了吗？是没来，大家都没来参加比赛。小云没来。小云还没来。小云还没来。第三题没读啊？老师，现在在做什么？老师现在准备毕业。老师现在叫什么？是现在讲讲就是比赛要求的比赛要求的事情，这主高比我们走呀，然后比赛要求的事情，别问哈，对对。就是当做他来确定有不要毕业。老师这个我。知道哦，HSS 给的。老师再讲讲比赛要求的事情。该播嘛？当初他的第三题就不要你，不都是白他们分明没关系。咱们老师尽力的了，人我们乖，串嘛多好呢。老师那不要那样们咯。那老师第四题 A 级，大家可以上网做什么？大家可以上网大家可以上网出来看新闻、歌、听歌、看电影、买东西。好，第五题，那个推理人呢？
上跟从晚上买的那件衣服怎么嘞？上跟从晚上买的那件衣服很少。好，莫一人拿第六题。啤酒早上可以做什么？啤酒早上到是在不同的地方，黑道是在不同的地方，啤酒，啊，不同地方的。可以喝到世界上的不同的啤酒哦。老师，你那几个人吗？晚上课，老师，人家得查的紧张。老师脑白嘛，眼动稳了哈。老师，你要面，老师讲了，一些生活的路苗。讲了只个有稳的，因素，只有菜，只有菜，马达声音，那可把马把它变路呀？马达声音不呢？这可来变路苗呢？只有菜，马达呢？那可把马达变吗？看一下老师这个人家比较深的哈，只有写作文，写完作业。只有写完作业，是吗？只有他比表了。只有写完作业，A 加 E B 嘛，才能看电视，DVD 录亚难的，才能。所以要说什么？只有才懂来的。你要说八大变来看嘛，不录变了。这还是什么呀？马大林变来的不咯？只有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A 加 E B 马大林 DVD 进来吗？只有妈妈做的菜，他才爱吃。啊，每吃点咸的都啥啦？在的，爱吃啥啦？吃的了么？我呢，在的不？只有妈妈做的菜，她才爱吃，都啥啦？在的。只有爸爸妈妈配米的才能分出来亏来的。比如说，面膜的白露，面膜的白露啊，没有那么像，那是亏着的。哪个是面膜？哪个是白露？哦，亏着的，那么，哦，可是，亏着的时候。表表嘛，快点的哦，后来快看地龙啊，因为没有那么是吧？不是每天看到，反正老师大部分嘛，喏，话的时候，老师进来，老师不会分出的，不会分出来，快了没有？所以老师分出来，陪多少麦多少陪没？但是他爸爸妈妈，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一定会老师分出来，快了呀嘞，那没有表了，那所以老师只有爸爸妈妈才能分出来，陪没的人快来呢不哈？看来呢，看来说发表了。记呀，他看来说记呀啦，只有爱，才应该说爱吃起嘛大嘞，能让人的变化，能让人说能啊谁的，让啊能啊哪的，让啊谁的，让啊路路我偏哪谁的，把来说有变化，将来会偏谁的不？就是路的要我吃米多少米走路线什么，然后啤酒家里不？搞嘛你都要吃多少米多少米的？过夜。不要抽烟，我俩那么很爱抽烟，可是哥哥不要抽烟，所以说，不他妈拿不糖我嘞，他妈就给钱，没钱了，老师我们老公了，你真的爱他会变，那你不变，你也讲了呀，你也爱不拢也没变，那你有真的么爱我吧嘛他，对啊，这是我是真的啊，如果他真的好爱，他会变化，就讲我嘞没，你说路掉是嘞，公啥嘞，公啥嘞就是。人家都我们三年六月，那然后得出来了，其他表演完过后，多多少少会变呐、啊。我讲你龙王撇跟那撇不了，我们撇哪一个呢？龙王一老表把肉表了，龙王一说了，不可能的，等于没撇哪一个呢？但是老师说，上了。不过是我男朋友啊，男朋友就是不好的地方就是，是不爱做运动啊。他那天跟我等你在乎。可是他就是我都骂了我输了点了比如生出来嘛，嗨你啊，我撇的你用个叉开嘛，俺这边多嘛，老表啊，叉开了没？因为他没有做运动，只有爱才能让人有变化。这个老师吃的绿包中，俺们老师龙外一块100%讲了多少种木，那里面老师说比较话撇的还没有写啊，不嘞，就这样这个确实，你弄点记录呗。
哦，刚刚我不老板奶奶，刚刚来我这个吃的看嘛，应该会变化很多吧？所以说，只有爱才能让人有变化。啊，其他是也呢，努力过，变来是的不？啊，只有好好学习。刚刚毕业了的，因为才能考到好大学，才能毕业刚刚来的，有话的，人就是考到说，披露亚们好大学 ，University 刚刚老师，回来没？回来没？所以不的呀。 只有认真工作，才能得到。得到，老师说吧，怎么不得到？来看一下细节，得到。只有认真工作，老师就在骂他，来得到成功，成功后面的后面不过来看一下细节。只有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啊，就是好的，好的，好的，老师说来看一下细节呗。 好的，老师来看一下细节，第一名把他妈说过来看一下细节嘛。啊，然后就读就在骂他声音，我说第一名把他妈说来看一下，老师交代现在他能比你录第二目前教具啊嘛。所以老师只有把戏骂大林把戏的，老师你妈老师特别表情啊，得到我讲表情啊，得到老师这酷酷来看一下细节，然后别老师得到，我得到了第一名，我获得了第一名，获得了你那边面啊不？然后别老师得到，我得到了老师的礼物。 啊，老师来上我演戏的，来看演戏的，所以就呼呼来看演戏的，他就说得到，得到就是来看演戏的。啊，老师讲那里只有他哦，老师每个学生都造句。啊，老师给你们1分钟时间，等明天请呗，想想。